现在我们把 USB 8用相同的配置呢，然后接到了 iPad 上面。那 iPad 用的软体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Aria 这个软体，然后一样麦克风的 patch 都没变，第一轨是大鼓，第二轨是小鼓，然后三四是 overhead， 五六七是 toms。